大家好，我是YULONG公司售后技术员丁帅，我现在位于黑龙江省的干货现场，客户订购了我们公司生产 1.5 到2吨的颗粒机，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这套设备的安装及使用情况。这边是颗粒的生产车间以及一个原材料的存储仓，面积大概在5000个平方左右。这原材料是一个稻壳，水分在18%左右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设备，从设备的最右侧是YULONG的颗粒机6代到8代，上方是设备的进料口，除了颗粒表面有裂痕，